作为圈中男神的马国明，自从上年和黄心颖分手之后，一直都被很多人关心他的感情事，希望他快点找个女朋友。之前有传黄翠如就想做红娘，拉埋唐诗咏和马明，这件事是真定假就未知。不过今日就有人公开说好想揀马明啊，他就是人夫黎诺伊啦。他 post 了一张自己小鸟依人咁样靠起马明膊头的相，仲留言话如果自己是女人，一定会揀马明，因为对方实在太完美啦。不过好多网民就留言话马明是诗咏的，叫他不要抢啊。不知道诗咏看到之后有什么反应呢？